席记者会，高雄市长韩国瑜眼睛红红的，似乎前一晚睡眠不足。难道是因为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前一晚深夜宣布弃选，蓝营整合危机出现曙光，这也让韩国瑜松一口气吗？从郭台铭董事长发表的声明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，他对中华民国的忧虑是巨大的，他对台湾人民的未来是非常担心的，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都有共同的看法，所以我尽可能尽快尽速来拜访郭台铭董事长，期盼能够与郭台铭携手合作。如今烦心事少了一桩，高雄市政韩国瑜就更上心了。先前传出大港开唱被卡 WeCare 高雄又揭露明华园歌仔戏团也被高雄市政府查水表，他赶紧澄清，我们高雄市政府对明华园一向都是非常的欣赏，而且也合作的非常的愉快，我们绝对不可能去查任何文化团体的水表。就怕风波越演越烈，韩国瑜不断强调绝无此事，赶紧灭火。现在拼选战毫无后顾之忧的他，要积极稳住市政，稳住票源。环宇新闻林威开、李佳瑜高雄报道。